我是影子美人鱼，影子美人鱼可以进。我是凯莉，凯莉不可以进。啊，为什么？我是影子白雪，影子白雪可以进。为什么我不能进？仙女，为什么我不能进影子王国呀？因为你不是彩色的，所以没有影子。啊，这可怎么办？凯莉，你必须要在一天内集齐七种颜色，变回彩色的，才可以找回你的影子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仙女。好难呀，我要去哪里集齐七种颜色呀？哎呦，好疼呀！太阳爷爷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在天上打了个盹，谁知道一不小心就掉下来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哎呀，糟糕了，我的魔法遇到水就失效了。太阳爷爷，不要着急，我可以帮你。变，谢谢你，凯莉。作为报答，我给你我的红色能量。哇，是红色能量，我有红色能量了，谢谢太阳爷爷。不客气，凯莉。完了，我的魔法宝石不见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女巫，你不要哭了，我帮你一起找。你是在哪儿丢的呀？就是在这里。女巫，你看石头那里的那个是不是？太好了，这就是我丢失的魔法宝石，谢谢你，凯莉。给你蓝色能量。太好了，我又有蓝色能量了。可是现在还差那么多，我今天怎么集齐七种颜色呀？凯莉，我刚刚遇到了仙女，仙女告诉我你的影子找不到了，我就给你带来了黄色能量。妈妈，真是太好了，谢谢妈妈。可是我现在只有三种颜色，还缺少四种，怎么办呀？你的三种颜色可以组合出来其他颜色呀。你看，红色、黄色、蓝色是三原色，红色加黄色就是橙色，红色加蓝色就是紫色，蓝色加黄色就是绿色，现在颜色就集齐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哇塞，我的影子回来了。妈妈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这下我也能进影子王国了。小朋友们，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